仔仔周渝民和高圆圆今日出席单身男女二的开镜拜神仪式，他们将会和古天乐和杨千嬅在戏里面发展复杂的感情关系。那你们在现实生活里面有没有试过这么复杂的关系呢？没有，我觉得光是单身男女一个女生被两个男生追，就常常会被问到你是不是觉得很幸福啊，那么棒的两个人，但我就觉得抉择本身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，好像并不是那么开心的一件事情。我没有过。你有没有试过一次过被三四个女仔追求啊？没有，我也蛮希望的。没有这个机会。仔仔说在戏里面的角色很浪漫，那你私底下浪不浪漫的呢？我都觉得我自己很浪漫，可是我的另外一半都会说其实不是我想象中那么浪漫。比方说我觉得有时候出去吃饭可能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，我觉得那就不是我想象，但可能对很多人来讲好像是一个蛮简单的事情，就是可能就叫我不要误会这样。